比賽咧就大概有七百幾人，七百至八百嘅會員報咗名啦，包括有會員同埋出邊嘅運動員啦。咁啊全程我哋係走十公里嘅。咁啊今日嘅天氣咧就比較涼快嘅，咁但係濕度比較高嘅。咁啊比賽之前咧我都叫到運動員就盡量做多啲熱身啦，飲多啲水啦。咁同埋呢個賽道咧就比一般嘅十公里啊比較艱難少少嘅。因為喺頭300公尺之後咧，我哋需要上800公尺嘅大斜路，咁然後先會進入呢個平路。咁啊喺4公里同6公里嘅位置咧，我哋會有水站，咁啊提供水咧就俾啲運動員補充體力嘅。咁最後一樣嘢就係成個比賽我哋有成800人啦，咁啊希望大家守秩序啦，係啦，唔好互相推撞啦。咁啊長跑長友啦，咁啊每年咧都會嚟參加我哋呢個太極杯，身體健康。3、2、1。晨跑網嘅朋友你哋好啊，我叫力蘇，係咁其實呢條路咧我已經跑咗都有接近10年㗎啦，係啊，咁今日嘅天氣相當唔錯，咁又冇太陽曬住啦，咁只不過係濕度高咗少少嘅啫，咁所以其實都係舊地重遊，咁每年都嚟玩下呢個。如果太極杯咧，我哋今次第一次嘅，第一次，好啊，好開心，係咪好辛苦啊條路？OK 嘅，但係最緊要係啲跑手咧，帶活大家都好幫助大家咁樣鼓勵咁樣，好開心。就帶個好消息俾大家咯喎！咩好消息呢？以大家所知咧，尋寶網喺3月份咧舉辦咗一次路跑比賽啦。咁但係由於場地所限啦，所以參加人數只可以有300多人喎。咁今次咧嚟緊2017年1月15號就會嚟多一次路跑比賽喎。咁今次嘅路跑比賽咧就分咗兩大形式，第一個就係10公里嘅挑戰賽，第二個就係3公里嘅 fun run。咁前者嘅10公里挑戰賽咧就會分咗6組，點樣分呢？就是男女同埋年齡組別 ，total 分咗6組。咁後者嘅3公里 fun run 咧，就只係分男女2組嘅啫。咁大家記住喺9月15號到12月1號期間去報名啊！